人新陈冠希2017年和大陆名模秦舒培结婚，夫妻俩婚后育有一个5岁的宝贝女儿。陈冠希结婚后不但成为非常疼爱妻子、爱家好男人，也成为宠女狂魔，常常会在社群平台晒出爱女的照片，和大家分享宝贝女儿的成长点滴。最近他就在 IG 晒出一张和女儿开心同框的照片，还甜蜜附上文字“真实的浪漫”。照片中他戴着蓝色棒球帽，身穿蓝色衬衫和绿色长裤，打扮非常休闲，但也相当时尚。他还蹲下来和女儿互相亲吻，父女两人同时蹲在地上，嘟起嘴巴亲吻对方的模样相当可爱，萌翻大批粉丝，而且画面散发满满的父爱，粉丝大赞这个画面好美，直呼女儿真的是爸爸的前世情人呐、啊。